怎么还不睡啊？我担心同济刚他们一时冲动，去鬼子那儿抢黑铁铲和满山跑的尸体，睡不着啊。你放心吧，那小子虽然冲动，但他如果真的去了，一定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去的。再说了，不还有小小跟着他？ 放心吧，谢谢你们。谢我干啥呀？你们两个为了民族大义，能够摒弃前嫌，一起打鬼子，难道不应该谢吗？其实该说谢谢的人是我，是十八路军让我坚定了信仰，让我看清了形势，让我走上一个正确的道路。为了更多人的尊严。 我们必须跟清者者抗争到底。这话我记住了。大哥。 你就带他去把尸体抢回来，不能把他们留在小鬼子手里。我必须把他们带回去，让他们入土为安。这里是小鬼子司令部，里边全是小鬼子。我不是怕死，我是觉得再冲进去没什么意义啊。你没看他们正往车上运尸体呢吗？等会儿肯定会拉出去，再等等看。 跑什么？你跑什么？你跑啊！跑什么呀？我刘大麻子这条命保住了啊！从今儿开始，咱这梁子算是结上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咱俩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你得好好想一想，怎么配合皇军大扫荡啊？咱的命啊，都在公田太君手里呢，过一天算一天吧。 打扫的，那不就是让咱中国人自己杀自己人吗？哎呀，咱俩呀，现在应该统一战线，既不能得罪皇军，又得保护自己。最主要的是，扫荡八路军驻地的时候，估计是场硬仗。想想怎么躲过这一劫，怎么说吧？哎呀，王红叶，我算看出来，哎，你是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啊！哎，你在宫田那怎么这么说？哎呀，效忠皇军，效忠皇军！ 我现在就跟宫田说去。行行行，干嘛？哎呀，咱们握手言和。谁跟你握手言和？你打我那么多遍，白打了。这次我饶了你了。嗯。回头你要再背地里给我使绊子，看我不弄死你！瞧你说的，这不能够啊！什么不能够？大扫荡你懂不懂啊？大扫荡！
疲れ様でした。アンコ、今日の君はいつもと全然違う。綺麗だ。宮田様との結婚式に憧れてました。白無垢ではないが、郷に行っては郷に従いましょう。今夜はあなたのものになります。アンコ、この日をずっと待っていたよ。わかるか？ここ最近はいろいろ起こり悩んでいた。でも君を思うと気持ちが穏やかになる。本当に君と一回でいいから愛したい。アンコ、ありがとう。まずは乾杯ですね。これを飲めば私たちは夫婦になります。いいでしょう。今日は一緒にやろう。さあ。乾杯。この酒は僕のために作ったのかな。教えてあげる。この銃はここを外せないと撃てないよ。自分の憎い人に撃てばいい。3、2、1。君にはがっかりだ。いえ、なぜ殺そうとした？宮田様、日本に帰りましょう。帰って普通に暮らしましょう。惨めな結果を見ることになります。何を言っているんだ。失敗するわけがない。呪っているのは帝国の軍人だ。黙れ黙れ黙れ。
程启刚，你婶子和表弟都挺好的，在后面院子里呢。我们等会儿先把逝者安葬了以后，你去看看他们。这道院还有一个紧急情况，狗年马上就要进行大扫荡了，咱们得尽快组织大伙转移。可是现在政委身体很虚弱，经不起折腾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必须得找政委商量一下这事儿。是啊，不管走不走，我们都要把消息通知下去。都听我说，苏永泉，你和快板叔带着几个战士赶紧收拾东西，记住药品一定要带上，还有再找一个板车把政委拉上，我们分头行动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我们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失败，各位竟然还都能够安然入睡，这简直就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耻辱！作为帝国军人，我们必须要予以猛烈还击，让八路知道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厉害！来，这次大扫荡，我们务必铲除八路这颗毒瘤。我们要利用老百姓牵制八路。我已经命令了刘大麻子跟王红叶两个人带队，你们要给我死死地盯住他们两个。我们要做到的是让中国人自相残杀。第一站我们就去王家村。您别转悠了，行吗？您说句话呀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爹这眼皮啊也跳了一宿啊，儿子，爹这心里也慌啊。哎呦，宫田这王八蛋疯了，我怎么觉得这次凶多吉少啊？啊，爹，您可别吓我，咱们这回跟着宫田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你这个没脑的儿啊，你看看那刘大麻子对咱爷俩那是虎视眈眈的，宫田是咬牙切齿，八路更不是吃素的。我们现在是前有狼，后有虎啊！可是这刘大麻子不是说好了不进前嫌了吗？傻呀，我那是稳重他，你看他那德行，能不进前嫌吗？那他也不敢在日本人面前造反，他敢把咱们咋的？就怕他在背后使阴招啊！现在皇军让咱们待命，这说明他们现在肯定在秘密召开扫荡会议，部署计划。按说这个时候让咱们都应该参加呢，却让咱们待命，这里边有文章啊！可是爹，日本人现在正是缺人的时候，他不可能把咱们爷俩怎么样。这就是问题呀，我怕他们真的打起来，让咱们去当炮灰呀！啊，不是，那怎么办啊？哎呀，一会儿啊，你挑几个忠心的弟兄，紧跟着咱们，寸步不离，让他们见机行事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办。你说这小日本啊，他怎么能这翻脸就不认人呢？哎，这次事儿可大了。我说师爷啊，你说咱应不应该给八路提个醒？怎么着也给自己留条后路。宫田把消息封锁得这么严，如果咱现在就去跟八路通风的话，那不等于自己往枪口上撞吗？你是没看见宫田那样，跟个疯狗似的。哎呀，我看八路这回啊要选，这去是死，
这不去也是死。其实去了也不一定是去找死，关键看这事儿他怎么做。有句老话，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儿。可如果说咱不去碰这个耗子，只负责看好我们的门，那不就没问题了吗？没咱事儿。有道理，做做样子嘛。去坟上给裴满山和铲子兄弟去鞠个躬，为了我牺牲了两个人。其实我那天让满山跑给你们是话，就是想告诉你们那是宫田设计的圈套啊。政委，您别说了，裴叔早前看见信号弹了，他知道婶子和弟弟都是安全的，他走的心里踏实了。他家人是怎么安置的？婶子说他在这儿没什么亲人了，准备带着弟弟回娘家了。我已经安排了两名战士护送他们回去，他的娘家在河南，那条路上没有鬼子管理的辖区，应该能安全到达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政委，小鬼子准备进行大扫荡了。听刘大麻子和王五爷的意思，这一次宫田好像疯了，咱们现在必须组织转移了。你们一定要听我的，找个隐蔽的地方把我先放下来，你们带领老百姓赶紧走。政委，我们得一起走。一起走啊，一起走。同志们，我现在这样走不了多远，会连累老百姓的，听我的。政委，你要不走我们都不走了。是，对，都不走。没错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孙子，你现在背上政委，从训练场那条路上山，咱们剩下的人去各个村分散百姓，分散完以后咱们山上见。好，行动。好，听话，政委，听话，听着点。知らせてこい。この戦いに反対する者は処刑する。はい。刘子，哎，王会长，你们自己的队伍都交代清楚了。您放心吧，该交代的全都交代清楚了。太君，我们都准备好了，就等太君一声令下了。很好，这一次不将八路赶尽杀绝，我绝不收兵。出发。嗨。乡亲们，我们得到可靠的消息，小鬼子要进行大规模扫荡了。咱们这是离临城最近的村子，所以很可能成为他们第一个目标。咱们现在就得转移往山里走，咱们必须躲过小鬼子。咱们都得好好的活着才能打赢小鬼子。别犹豫了，少带东西，现在就走。走，走啊，走。行了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你把我放下。慢点慢点，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拖累了大家。快走。这位你放心，疏散群众的工作已经有人去做了。快走。行了，你别动了。爹，你是伤员，我是军医，你得听我的。大道，快背上。好。背上。
放下。快，小心啊！小心！快，快，快！找队长，跟上！到前面那个村里边，快，快，快跟上！过了前面那个房子，快！快！这村子够安静。我们昨天刚刚才制定攻击的计划，这八路的消息可真灵啊！四太君，天地良心啊，我绝对没走漏半点风声。太君，从昨晚到现在就没敢动啊，一直在等太君的命令。太君，这会不会是八路炒的空城计啊？里边不会有埋伏吧？刘嫂，带你的人先进去看看。啊，老师，过来。放心吧，政委，我这点皮肉伤早好了。你现在体力啊，走台步躺在车上快了，就不再往上爬了。啊，政委，转移的路上我们还得需要您指挥呢，您就踏踏实实躺着，早点好起来就行了。そのまま次の村だ。宮田少佐、我らも物体を脱出して捜査に参加しますか。いや、戦力を分散させることになる。リジャージョアンに向かう。村子，你们呢？和这里。行了，抓紧时间吧。快！鬼啊！走！好了。
乡亲们，对不起，我们来晚了。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替你报仇的。不，快，去羊村，快，走，快走。 程继刚他们怎么还没来啊？是啊，按时间算，他们应该已经撤出几个村子了。要不咱们先走吧，他们要是来了，肯定会追上我们的。好。哎，出发了，出发了啊！快走，快！ 周彦明，这就是你的老巢啊！王嫂，带你的人进去，看看有没有活的。没有的话，一把火给我烧了。给我烧！ 去下一个村庄。 乡亲们，快快快，快都过来！乡亲们，你们是谁呀？干嘛呀？乡亲们，
我们是临城支队的游击队，小鬼子正在扫荡，大家收拾好行李，跟我们走。去哪儿啊？那我家怎么办呢？对呀，对呀，老乡们，老乡，老乡们，老乡们，听我说，啊，有命才有家，小鬼子一来了，咱们命全没了。听我们的，跟我们一块撤，人闭起来点啊！我回来还做的饭呢，我大家也放心了，赶紧走吧。
安全地点，回来再支援老杨。明白。好，快走。火箭，小心！行かすな。はい。不破那楼兰，永不还。